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医生告诉我们，在洛森都的中央医院，有一位妇女要生 baby， 结果生出来的 baby 竟然是 Huggy Wuggy。身为好警察的我们，就好好的培养这个 Huggy Wuggy 快高长大。怎么知道他长大了竟然还打人哦？不好了！怎么突然那么紧急哦？为什么医院那边有一位医生打电话给我们说，那边有一位妇人要生孩子，要我们赶紧快点过去？哈？难道医生是要告诉我们说，只有我们有到达现场的话呢，那位妇人会比较容易生孩子？哇，那么我们不就是一位医生了？好了，我们终于都已经到达现场了啦。听说这一间洛森都的医院好像是新开的。Hello， 这位护士你好，是有一位妇产科医生叫我们过来这一边的。哦，原来是你哦，对不起哦，你暂时不能够进去里面先。啊？为什么？哦，是不是因为有超过 78% 的观众还没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的呢？不是啦，是因为你还没有洗手。哦，原来是这一个原因。好啦，如果还没订阅的观众们，赶紧按下订阅还有小铃铛，不要错过下一部更加有趣的影片啦。现在我们已经洗好手了，我们是时候可以去到产房里面了。哇，这间医院也是蛮大一下的，要走很远一下的路线哦。这边好像是要转啊，可以这一边。Hello， 各位医生，我来迟了，不好意思。哇，他们真的是在接生嘞。哇，每一位医生都很呵护这位妇女耶。哎呀，加油啊，我会为你打气的，一定要 push 啊 push 啊，快点喊，快点，你的 baby 看到头了，快点再继续喊，快。血压还很 OK， 身上还有很多血，没事，可以尽量的 push， 用力，大量的流血没问题的。哇，这边的医生真的是很专业咧，很够烈，他们真的是太棒了。但是这位医生在干嘛？喂，你在做什么？哇，很漂亮哦，很好看哦。喂哟，快点快点，再出来一点。哇，好漂亮，嘿嘿嘿。哇啦喂，你这个变态医生，去死吧你。哎呦，真是没有用，人家在生产。哎呦，不好意思，我打错人了。哎，都是你的错啊，这个变态医生，走开了，去死啊你。人家在那边生孩子，你这个变态佬。哎呦，真是的。好啦好啦，别打了，那个 baby 要飞出来了，快点，大家准备。哦，是啊，真的啊， baby 要飞出来了，叫我们要准备哦，快点咯，大家准备好哦。哎呀，很痛啊，我现在肚子很痛啊，我感觉它要飞出来了啊。哇，有吗？这么够力啊，喷血出来啊。 Oh my god， 这个大量流血，哇啦喂，来呀、啊，加油啊， baby 就要飞出来了，快点快点，飞出来。哦哟，哇， baby 飞出来了，等下先，这个就是你的 baby？ 不会再跟我开玩笑吧？这个就是你的 baby？ 我一看样子根本就不像 baby 咯，像那个 Huggy Wuggy 就有咯。医生啊，有没有搞错哦？我想去看一下他到底他的爸爸是长什么样子的嘞。这个我不确定，但怎么都好，生出来的孩子我们都要照顾，不管他们长什么样子都好。那好吧，这样医生你就照顾这个 Huggy Wuggy 啦，我就负责照顾这位妇女就好啦。OK？ 对不起，这位警察，这位妇女不需要你的照顾，由我们来照顾就可以有啦。哎，这个医院里面的人也是很奇怪哦，叫我来这边倒是什么东西都不要给我做。哎，这哎，这这么还给我在外面等我的。Hello， 你好，我是 CK。CK 叔叔你好，可以带我去玩吗？哎呦，他的声音 ，Oh my god， 真的是太可爱了。哇啦喂，我真的是别大喊哦。CK 叔叔，我会很听话的。哎呀，我真的是不行了，太可爱了。来来来，上 CK 叔叔的车 ，CK 叔叔带你去玩啦、啊。啊，乖乖乖。这一只 Huggy Wuggy 呢，它的年纪还很小，所以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教它。来，首先呢，我到达这个地方呢，我要告诉它说，这一个就是油棒来的，这个油棒呢是很危险的，不可以乱乱靠近的，懂吗 ？Huggy Wuggy。哇，好漂亮的油棒哦，我可不可以弄它爆炸呢？当然不可以啦，油泵很重要的是当那些市民的车子如果没有油的时候可以来这边添油的，绝对不可以弄爆的哦。 OK， 要听 CK 叔叔的话知道吗？好，要乖哈。来，我们下去另外一个地方。 Oh my god， 怎么会这样的？这个油泵突然间爆炸了。 Oh my god， 是不是你干的哈？你这个 Huggy Wuggy 不听叔叔的话，这是不是你干的？我问你。试一试吗？哈，炸了一次还不够啊，还想要第二次。反正都不懂到底是不是他炸了。好，你就表演一次给 CK 叔叔看一看吧。哦，原来还是使用这一个方式，站在这个油棒前面做 yoga， 哈哈，这个绝对没有办法能够弄爆。
Oh my god， 真的有办法的哦！哎，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他不是我孩子来的，不要打我，我是警察。嘿呀，去死啊！你这个人无端端打我干嘛？啊 ，Yuki， 快点上车，他们要追过来啊！快点！哇，好危险啊！刚才那一帮人好像以为是我放了炸弹那里，根本就不是我嘛，是旁边这一位哈利乌基放了嘛，害死我了，真是的。好啦，另外一个地方要介绍给认识的人，就是这个 CK 叔叔，平时都来这边上班的。这边就是洛森都的警察局，如果你面临什么的伤害啊，还是有人想要来破坏你啊，要把你给杀死的话啦，来到这边找警察就对了。来，哈利乌基，快点进来 ，CK 叔叔要介绍给认识第一位警察。Hello， 你好，叔叔的名字叫 Brock。Lesner， 你可以叫叔叔 Brock 警官。哦，原来是 Brock 警官，我觉得我叫你博大警官比较好咯，因为你都是博大的啊。你这个没大没小的孩子，你看我扁你吗？喂喂喂，不要打啦，小孩子乱乱讲话吗？你又不知道小孩子的，不要瞪的。喂喂，不要打，不要打。喂，哎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一定要站在哈基乌基那边支持哈基乌基咯。来来来来，加油加油，哈基乌基，你可以的 ，CK 叔叔支持你的 ，Yes， 快点打他打他，呜呼 ，Yes， 你可以做到了 ，Come on come on， 哇吼，打赢了，哈基乌基胜利了，耶嘿，好棒好棒，哇 ，CK 叔叔，我很饿了，我想要吃东西。哦，打晕人了之后肚子饿了，想要吃东西是不是？好，没问题 ，CK 叔叔看一下楼下有没有一些汉堡包可以吃哦。哎，这个哈基乌基小时候原来是那么可爱的，连吃东西也那么可爱，哈哈哈，包着那个尿片啊，整个人好像是小 baby 这样。在等待他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些我们的重要事情先吧。哎，你吃饱了吧？这么快？哎 ，CK 叔叔，我想要去沙滩玩一玩哦。这个时候去沙滩啊，会不会太热了？哎，没关系啦，反正我现在是得空，没什么事情做。来来来 ，CK 叔叔就带你过去吧。啊，沙滩终于都已经到达了啦。你看这个洛森都的沙滩呢，听说呢，这个整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多游客过来的，所以大家非常非常小心，因为这个时期那个新冠肺炎的病毒还是有在的。OK， 好，大家要小心就好啦。来，哈基乌基下车喽，海滩到了喽。哈基乌基现在已经是成人了，所以呢是时候可以来交一个女朋友了。来，哈基乌基这边有很多漂亮的美女，可以去认识认识一下哦。喂，你在干嘛？我叫你认识女孩子，你去打人啊？哇啦喂，那也可以这样哦。哎，你现在已经成人了，不要这样啦。Oh my god， 你看一下你在干嘛？我叫你认识。哎呦，你打死他做什么？你，哎呦。CK 叔叔，我觉得打人很好玩呢，我想要打更加多的人，可以吗？是啊，打人那么刺激啊，很好玩是不是？好，那么 CK 叔叔现在就带你去打一些拥有实力的人。那 Huggy Wuggy， 你要对付的人就是这一帮人，懂吗？看到吗？后面那些全部是很有实力的人来的。喂，啊，我的肌肉，哎呀，好结实啊！喂哟，喂，你看我的胸肌，嗨！啊哈哈哈哈哈 ！Huggy Wuggy， 你看一下那边有一个人在那边显示他的肌肉多么的结实，你要不要过去打他？那一个吗？好，没问题，我过去打他，看他的肌肉够结实还是我的拳头够厉害。嗯，好的，加油 ，CK 叔叔会站在外面那边为你支持，高喊你的名字 ，Huggy Wuggy， 加油啊 ！OK，Let's、okay, go， 加油啊 ，Huggy Wuggy， 你可以做到的，快点啦、啊，打他一拳啦、啊！哦，漂亮 ！OK， 他们正式开始打了。你看，很端庄的，快点爬那个铁出来了。哈哈，你看这个呆事。哈哈，咦，怎么哈基乌基这么多拳给啊，还可以站着不倒的？我的肌肉那么结实，你想要打我？哈，没那么容易。哈基乌基，加油啊！你可以做到了，快点啦、啊！一连环，快点打下去。哦，惨了，他正式开始打你了。哎，哈基乌基，小心，他打你了。哇，快点连环拳，快！哦呦，惨了惨了惨了，哈基乌基被打了。哦 ，Oh my god！ 哎呦 ，Oh no！ 哼哼哼，什么哈基乌基？我这种肌肉是没有人可以打赢我的，我是最强的！哈哈哈哈哈！惨了惨了，不懂哈基乌基还可不可以站起来？哈基乌基，你还 OK 吗？快点回答我 ，CK 叔叔在看着你呀、啊。我还可以，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强啊？哎呦，那么简单的问题你也要问？当然是因为他没有在那边训练呐、啊。好，我也要来训练，我也要像这个人变成这么强。
呀！哇，哈基欧基，你为了想要打赢这一些大力士啊，你真的是这么的拼命去练啊！很好，你的这一份精神已经鼓励了我，鼓励了我很想要去买一些东西来吃啊。Hello， 这位老板，可不可以给我来一粒猪肉汉堡？谢谢你。哦，猪肉汉堡啊，没问题啊。各位观众们，底下赶紧按下你们的赞，希望这部影片可以帮我去到6666个赞哦。好啦，汉堡已经吃完了啦，不晓得哈基乌基现在是练得怎么样了呢？我们过去看一看啊。嘿，哈基乌基还在练着，诶，怎么练出了一堆肌肉出来？为什么会这样？这么快？哇，我要快点进去里面问问一下他好咯。哇，哈基乌基，你搞什么东西哦？为什么你真身全部都是肌肉到完了？哇，那么强啊你，哈哈，看你整身全部都是肌肉的啊，我相信你应该是准备好了可以去打这些大力士了，对不对啊？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准备好了？嗯，对，我准备好了。哇，我没想到身上又有肌肉了，连声音也变粗了哦。好，你看一下对面那一个也是在展示他的肌肉，对不对？去打他，快点 Go， 你可以做到的。哇哟，哦吼，一拳把了那一个直接倒地。哇，老伟够力哦！没想到你真的是变强了啊！那么你想不想再挑战这一位，在帮兵的这位？喂，我的这个哈基乌基要跟你打架，他说他比你还强，来呀、啊！哇哈哈哈哈！哦哟，直接打飞掉，厉害厉害！那你要听 CK 叔叔的话啊，虽然你已经变强了，但是不可以乱破坏洛神都，知道吗？好啦，现在 CK 叔叔要带你回家了啦。喂，你干嘛？你干嘛？哇，喂，不要打地上 ！Oh my god， 你在干嘛？喂，回家了，不要再玩了，可不可以？我还要玩。不可以玩了，你看一下前面的警察叔叔已经来了，你干嘛你？哇哟，哎，不要乱来 ！Oh my god， 惨了 ！Oh， 喂。哈基乌基，停手！你在干嘛？你不可以打警察 ！Oh my god！ 哎呦，哎呦，惨了！完蛋！哎呦，我的天哪、啊！我到底养了什么东西出来哟、哦？好的，各位观众们，感谢你们各位的观赏，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记得底下订阅哦！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各位，拜拜。